谈的，剩下一分钟。弟兄姊妹平安喜乐，我是庄义立弟兄。赞赞敬虔。很高兴。很高兴我们这个啊，又相逢啊！啊，到壮年班到泰国开展了哈、啊，已经有这个超过将近40位。那我们现在请那个有到过泰国开展的弟兄姊妹也站起来。我们也请啊，今年有来泰国开展的。弟兄姊妹们一起上来台上主持啊！那因为时间很赶，所以我很有些资料我们就跳过去哦。泰国知道是在东南亚很重要的地方哈、哦，就是它的位置离台湾只有3个半小时。那它的其实它很多地方都很漂亮，就是湄南河哈、哦，还有这个它的人民哈、哦、是个性都很温和啊、哦，非常的友善啊、还有这个泰国的教会呢。规模都不大，可是聚会的灵很旺啊、哦！大家都紧紧跟随这个执事的水流啊、哦，那聚会的情景也很不错。那已过呢，但是呢，在已过40年呢，它的成长是比较慢。但是最近3年呢，哦，这个圣灵的水流呢，在亚洲各地很澎湃。我想早上大家听到这个林前弟兄的交通，那泰国也在这3年内呢，啊，快速的增长了11处的召会，从21个召会现在增长为32个召会啊、哦，那两年之间受浸了1500人啊、哦，但是泰国人受浸容易呢，要长存的果子啊、哦，需要很多的奋斗。那这就是召会的分布啊、哦，它是在这个北部、东北部啊、哦、南部都有啊、哦，那这是泰国的地图啊、哦，它是上面有清迈那边是北部，然后。右边突出去是东北部啊，那下面很狭长的是南部，那这个这北部3个教会啊，这个东北部有5个教会啊，这个中部呢有7个教会，南部有17个啊，阿们啊，这很多都是最近才成立的。那大家知道曼谷有一个全世界训练中心啊，那这最近呢人数啊、哦、啊，2008年呢陈涛弟兄带去的时候呢。我们去参访的时候呢，相调的时候大概只有30几个学员，现在学员人数已经超过103人，好吗？所以这个是他们的训练的哈，你看这个学员的增长哈，尤其是中国大陆来的学员非常的多，103个里面占了87个啊，简直已经有将近200个中国学员在这边受训过啊。这是2008年我们去相调时候的照片啊，大部分是壮年班的，这是现在的照片啊，非常壮观，他们。那这个现在我们的重点就是说，我们这里有一群人呐、啊，是从全时间训练毕业的啊、哦，他们就留在海外开展啊、哦，他们奉献海外开展，是打破相高的年轻人啊、哦。目前在泰国有44位，就分布在这11个新的召会里面啊、哦，里面还有4对是夫妇啊、哦，里面你看中国大陆籍的就占了35位啊、哦，那非常的感人啊。哦，这些就是他们的照片，好啊，还有一对香港的夫妇啊，这个是在中部的照会啊，这几位是在北部的照会啊，下面有一对夫妇啊，他们来自中国大陆的大江南北啊，离乡背井就扎根在这个泰国啊，穷乡僻壤去开展啊，为主摆上。咱们这个是南部的照会啊，右上角这一对夫妻呢，8月刚结婚啊，啊，这个陈师傅已经认识他们啊。他们已经在泰国已经超过4年了，继续开展啊、哦，到了现在是在南部一个佛教圣地开心召会啊、哦，然后这个左边这个也是3个姊妹都是在开展啊、哦，这些年轻的脸孔啊非常的可爱，也非常的摆上啊、哦，左边那两位站在海边的呢是从中国大陆训练出来的啊、哦，一个跟我们在配搭，另外一个现在在泰国最南部的河岸，啊、哦，在那边开展，啊、哦、啊，右下角这一张比较特别，这3对夫妇呢，现在在寮国，就老挝开展，啊、哦，他们说这一次要帮他们广告一下，啊、哦，也希望有壮年班来配搭，阿们啊，真是啊、哦，然后这个壮年班在这个泰国真是有功用啊，啊、哦，已经来了四十
几位了，哦，这个多重功用啊，哦，从配搭饭食，哦，到照顾小羊，到叩门，哦，虽然言语不通，要需要翻译，但是壮年班一站出去，哦，这个学员的灵就刚强，啊，哦，阿们，那真是这个，而且事实上，我最近发现，今年暑假来的一共十位、十一位，一共十三位，他们对这个这些全时间服侍者，真是尽上这个扶持的功能，哦，很多的心事勃然哉都是要靠壮年班来扶持，嗯哦，你看我们到过今年七月到过这么多的地方，北部、东北部、南部、中部，哦，五个教会都有壮年班的足迹，阿们，哦，你看这个就是去南部乡调，哦，这个非常多的这个跟年轻人，这是青迈教会，哦，配搭的情形，哦，有人得救，哦，这个是在中部罗永还有这个南部啊，那都是你看到这些照片都是这个联合国的，哦，有壮年班的，哦，有年轻学员，有泰国学生，有中国学生，哦，真是非常的喜乐，哦，我们都是跟年轻人在一起啊，那这个这些这一张，哦，你看这个来自中国北方的年轻人还会做面食，哦哦，这个甩面是一流的啊，我们真是相调得非常愉快。这照片上呢，右边的右下角这对夫妇现在在孟加拉开展，啊，左上角的现在是在这个巴基斯坦开展，啊，请你们看过就忘记他们的脸孔，啊，不然他们是要受保护的，啊，不可以泄露。啊，这个就是去南部的家庭相调照会，访问照会相调，哦，像这个开展的辛苦了哈。啊，还有主还会报仇，哦，带你去看接近大自然，哦，海边湖边，哦，右上角是这个榴莲树的，哦，果园，哦，左下角是棕榈园，哦，随便你去，哦，这个早上讲过，哦，这个曼谷第二训练中心呢要盖造，现在短缺资金3300万元，哦，请各位家长不担，哦，这泰国是很漂亮的，哦，最后这句话最重要，哦，在泰国及寮国开展有50位的年轻的服侍者，需要您来配搭。感谢主，实在是没想到我会到泰国去开展，因为原先以为是说我们英国大概就是说所谓的开展，就是一群弟兄姊妹到那个地方去玩一玩，但是这一次确实是我们是在那里。我们虽然是说开展，但是对我们来讲好像并不是开展，而是说我们实在是说何等的有福，我们能够在那里能够服侍他们，那感谢主，主也把人加给我们，加给我们的教会，那我们在清迈大学一共得了6学生，那居民也得了4位，所以我们觉得说主啊，还是要求你继续做工，让清迈那里能够有更多的圣徒能够成立起来，阿门。感谢主，一切都是出于神。